网红、选美冠军、演员。继 Siren 林轩瑜后，又有梅姐要进 TVB 了。网民几时才拍第一部剧啊？去年 KD 一众美女脱颖而出，并在 ASTRO 国际华裔小姐竞选中夺冠的梅姐陈玉娥，现在究竟去了哪里？从网红变梅姐冠军，现在还像在前一届的冠军 Siren 林轩瑜一样进军 TVB。 拥有天使般美貌的她，当然有超高人气，在 Instagram 粉丝人数更是已经突破40万，以一个刚刚出道的艺人来说是相当强劲。最近有港媒传出陈玉娥要加入 TVB， 原因是她近日在 Instagram 上传了自己在香港的照片，令人不禁怀疑究竟她是不是要到香港发展，还是只是去旅游。这样的猜测并不新奇，因为早一届的 ASTRO 国际华裔小姐冠军 Siren 林轩瑜也加入了 TVB。 如果这一次 Moon 也跟着和 TVB 签约的话，就会成为 Siren 林轩瑜的师妹了。要是 Moon 成功签约 TVB，看透一定也不少。这也因为他在 Instagram 也毫不吝啬地上传多张性感照，身材可说是正到爆啊，相信会虏获不少男生的心。年仅22岁的 Noon 没想到身材那么火辣，拥有34亿的傲人上雷。在 Instagram 上传随便一张照片，闲闲的都破千 like 啊，果然是大家心目中的性感女神啊。